好啦，亦都教练埋全部马匹准备妥当啦。第六场赛事三班千叶嘅离地准备。好啦，一开闸嘅时候咧，今日前面快啲嘅话咧，见到中档位置常山凤宝内兰爱宝佢已经摆喺前面啦。再跟住第三位中间劲飞骏出边健康精英啊，内兰咧军区咬得住只爱宝区喎。再跟住出边咧仲有绿色宝啊，后边嘅马离里之星啦，宝树高迎向尾四啦，尾三内兰咧就超胜多，殿后有信心出击同埋添欢笑噶。好啦，过八百啦，前面健康精英带第二位，外边杀埋嚟绿色宝常山凤宝第三啊，第四位内兰咧好似塞塞地咯，爱宝区侧出去中档。咁啊，再喺外边仲有劲飞骏噶，咁啊内兰摄咗上嚟咧就系只军区第六啊，咁啊响佢外边仲有利利之星啊，后边嘅马有超胜多、天欢笑啊，包尾对信心出击同埋呢只就宝树高型嚟噶。好啦，入直路咁滞啦，前面透出嘅马咧就系健康精英啊，绿色宝第二位啊，咁啊内兰有常山凤宝，外边就系劲飞骏啊，中间已经好早骑啦，就系呢只爱宝区啊，咁啊再后边嘅马有利利之星啊，外档上咁多少啦，出边仲有超胜多噶，斗到最后百零米，前面透紧咧，咁啊见到有呢只绿色宝就。斗紧埋边健康精英啊，爱宝区喺呢个第三位嘅就接近终点啦。绿色宝咧咁啊，好有机会赢出呢场赛事啊！跑第二名健康精英，第三名爱宝区，第四名有军区同埋超胜多系跑得接近噶。咁啊，结果就绿色宝咁啊喺呢度临场飞数都相当厉害啊，4.6倍夜马健康精英第二，好早骑噶咯，爱宝区啊第三。好啦，哇，见到呢只绿色宝啊！都难赢嘅马啦，终于喺今季又再赢多场，咁啊健康精英挨过第二，哇爱宝区呢个全热门，真系六环彩断埋你啦，跑过第三一，第四就军区742，七号临尾啊4.6倍，又系啲六格仔马嚟嘅，咦何泽耀又添进账啦？又有分啦，几好啊！12分添，呢只仲要。见到方家跑好似好开心，冇乜惊，冇坐骑咯，跑埋你中中直直就得噶啦。好啦，睇翻呢个巡逻影片啊，一出嚟快。其实爱宝区系好快噶，佢一下出嚟系，只不过系慢过常山凤宝，即系嗰只1000万冇得讲啊。开面健康精英慢慢杀埋嚟啊！佢俾嗰对1000嘅速度嘅马俾佢冚过，系好正常。走二搭三位啊！咁啊，而家都压翻少少出嚟嗱，咁绿色宝就啱啦。你又唔抢住，我又食咗你个位先啦。哇！伟达好早呢度已经挨出去啊！其实只马行嘅，所以只马唔肯跟就绿色宝咯，所以头先轻轻挨出嚟咁啊，見到，但係呢度開始見到偉達，咦？要立嗱，發生咩事咧？咁、哦、你睇前面綠色寶，你睇下佢只超勝多都算犀利。呢只馬都係冇入錯貨，即係希望呢只馬啲健康即係好啦 ，keep 得住啦嚇。你睇佢跑姿咧，今日又係拉出嚟，都未話算好好。不過我哋當佢銀窿啦嚇。但都是那句咯，呢只馬喺紐西蘭都咁肯追啦，咁過到嚟香港都一樣表現得翻咁解啦。好啦，寶樹嗰只高型。又有一啲失望喎，包尾啊！